摩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，咱继续来研究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第三页。咱顶回讲到第二十三种的音声，就是慈悲喜舍心。即马下面二十四种叫做正得诸法心。即音声内中讲到正得诸法，诸法就是万法，世间一切现象界，拢叫做诸法。一切有为法、无为法，等等叫做万法。而且所伫咧指的万法，就是咧指有为法。无为法呢，就是无包括在内。所以一切现象界的诸法，包含着心色在内。所以一切万法，拢会使讲咧指有为法。涅槃无为法都无包在内。你会当证得诸法的因缘生，了解无自性，变化无常，安尼你就知影诸法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等等苦体之理。一切诸法拢是无常，所以本来空寂。二大小乘对诸法皆空的道理，因有不同的看法。小乘人是以色心诸法，拢是皆以因缘生起，所以因一一皆分析，甲毕竟空，因讲诸法皆空。大乘呢，伊是将因缘和合的立场来讲，讲诸法皆是无自性，当体就是空。因用这来解说诸法皆空的道理。所以诸法皆空之理，就是等于三论中所伫咧讲的。所以会当证得诸法之理，就诸法无我、诸法无相、诸法实相等等的道理。也伫咱遮种种的音声内底，讲到空义的道理足多，像即个诸法之声，嘛是讲到诸法皆空的道理。予咱了解，看会到形形色色，无非拢是空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进一步去好好修行。你若会当呢了解了后，你会当清修，有一天，你就会当升天涅槃。所以第二十五种的音声叫做升天涅槃声。升天就是咧指一切众生。你做人修五戒十善的因，到甲伊时间到，伊的果报就会当生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安尼才叫做升天。你色是要咱内底观中因的业报差别经讲，讲具修正常十善，得生欲界善地天。若修有漏十善，一定相应生色界天。若离色修远离心口，一定相应生无色界天。什么叫做升天？就是安尼修哦。所以咱世俗人毋知影升天什么意思。若讲一个人是啊，哟啊，升天啦、啊。升天就是变成什么代表？死去啊啦！世间人就是讲死去叫做升天，吼、哦！啊，那是修道的人讲驾鹤仙归，吼、哦！驾鹤仙归就讲已经死去啊，坐一只白鹤吼，啊，怎去做仙啊啦？安尼，
但是各位，做人虽然是真苦，咱知。做人佫会晓知影苦中要佫再来呢，会晓修出路。哎，这款人是足巧的呢，你敢知？唔通单单生存的，哼！啊，做人都有够可怜啊！啊，你拼到要死啊，就啥物咧佫食菜，啊，佮无要食鱼食肉，卡着拼到安尼。啊，你有够戆的啦！你太戆这个程度。做人有够苦对无？你该无要拣一条讲，我若离开这痛苦的人生，我爱拣一条较快乐的路去行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若问我讲，你是安怎遐戆要食菜？你是安怎遐戆要出家？我为着要拣一条升天涅槃的路来行，我无爱行迄落遐坎坷的路，安尼尔，靠啥？学较巧的嘛，较淡淡的学遐戆呢？人叫你遐行六股门，你淡淡啊冲呢？你较袂晓起来行这打打的路嘞，啊无加足好行，安尼尔。所以甲你讲啊，你修十善，你会当成欲界啊。你若修有漏十善，甲定有相应，你就去色界天啊。你若修离开色的心口的定了，你就进入无色界天去啊。安尼就是叫做升天啦。啊那涅槃呢？涅槃就是寂灭啊。涅槃就是大圆寂吧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。所以各位，你莫把涅槃当作死翘翘呢。迄涅槃功夫是最高境界呢。释迦牟尼佛即马是去倒涅槃？啊，涅槃死去哦？唔是，释迦牟尼佛是所作戒班。该应度已经度了，毋是伊爱度的人会换别人去度，所以伊即马呢爱停困伫迄个毋免生、毋免死，迄个呢上一光净度中伫遐咧说法，靠死，伊嘛是足无用啊，所以死都无，无代志做啊，世尊有死无？无死啊，伊还佫做，还佫咧说法啦。伊是离咱这个三宝世界认真讲起来，伊应该度的人，伊拢度了。这人唔是伊爱度的，这换地藏菩萨爱度的，所以伊教我地藏菩萨。我若无知咧，三界内这众生拢总你爱度。度到呢，有一天地藏菩萨该度的拢度尽啊，教我弥勒佛，换弥勒佛度。人这有层次的啦。袂使超越责任嘛！即该予啥物人都着听到的。即卖呢，人交予地藏菩萨要度，恁哥敢若毋予地藏菩萨牵？哎呀，你真正有够戆的啦，戆到有影哈！迄都是你毋捌即个道理，所以即涅槃的道理就是寂静，寂静就是安静落来。根据部派佛教咧讲，讲涅槃就是灭去烦恼的状态。所以有分有依依涅槃、无依依涅槃。有依依涅槃就是虽然你断烦恼，但是你的肉体还佫存在。肉体存在，你已经断烦恼，像是讲证着四果罗汉，迄就是叫做有依依涅槃。啊，那是无依依涅槃，就是灰心灭地之状态，身躯已经无去啊。也伊呢，归在即个灭。无的状态内底，这就是无派佛教的人所在咧讲的道理。但是有部因主张涅槃，同款存在，同款有实体。那经量部因主张讲涅槃就是烦恼灭尽迄个状态，所以假名本身并无有实体。那伫中论内底呢，伊讲以实相为涅槃，实相就是因缘所生法相的空性。所以，甲生死世间无有区别。现在呢，咱听了即句讲“升天涅槃”即句话，正正就是咧指啥？用现实的话来讲，就是咧指佛是现到即个人间来，伊的肉体已经呢，含咱共款，是现袂用得啦，爱家躲避，爱家挥发。而了后留下着伊的舍利，来予世间人恭敬供养。也嘛会使讲，
以咱世俗人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情如之往生死去，嘛会使以升天涅槃来甲伊代表，总是离开着这个现世生死之苦，一切业劫暂时寂灭，得到究竟安稳，不生不死的境地，拢可以称为升天涅槃。所以各位，做一个佛教徒，袂使毋知啥物叫做涅槃。甲涅槃这两字的意义包含，袂使毋捌。啊，咱袂使讲，诸佛菩萨就是死去，嘛袂使安尼讲。诸佛菩萨永久袂死啊，伊较有死，伊都袂死啊，无生也无灭，也袂来死。但是呢，佛实现到这个人间来做人，就有肉体。这个肉体呢，要安怎化掉，就是要跟咱人间的人同款过程。这就是咱应该爱捌的。所以咱袂使甲佛讲，伊就是死；佛咱讲，伊就是涅槃寂灭。即马第二十六种声叫做处向三性生。处向三生，三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嘛。你《法华经》内底讲的啊，讲声闻生、缘觉生、菩萨生，安尼叫做三生。这就是咧指正道的差别。三生中，声闻缘觉伊是二乘列。三生那《药华严》中，随着小乘的来讲。有分消息中顿完五教来立这个三性。第一，四不中动的三性，就是随着小乘教而来设这个小乘教之四：声闻修四谛，缘觉修十二因，菩萨修六道万行。这三性的因行虽然无同款。但是最终，拢总共款爱断除三界的见思烦恼，而证到四果，这叫做四不相同的三性。开始修行无共款，终点拢总共款。第二种呢，叫做四种具别的三性，随着四而设这个教，四教入了众性个别。三性的因行，四谛六道十二因缘，个别到达终极的时阵，唯有菩萨成佛，定性的二性袂当成佛，因是灰心入灭念念，所以四种无共款。第三种的三性叫做四种具同的三性。随着宗教仪式，所以宗教的三性伫因时界具有如来平等之佛性，同修六道共合法者，最后因拢进入成佛的阶段。第四种呢，叫做四种具离的三性，随着顿教仪式，顿教是以绝相为宗义，三性圣人以。四种拢具离心言之相，甲言说之相，所以称作是四种具离的三性。第五种叫做四种具同的三性，随着圆教而生，圆教三性以因时会三归一，了知自己所得的三性之法，皆以一佛性。无尽之教而起，所以终极其性佛道。这所在咧讲的这个三性，都是分这个懂甲不懂，这个是修法的过程。今仔日咱徛伫咱的立场，咱听佛的音声，咱要算三性中的多一性呢？要算菩萨性？心发不出来，要算声闻心，自心嘛无算讲解用功，所以各位，
凡说咱这是定性的，定性的就足歹修，啊，就安尼固执固执。啊，若讲着修吼，啊，慢慢啊来啦。啊，你加上你是要当时啊正果，所以各位，你佛的弟子中，声闻缘觉菩萨，人因啊，佮有会当超、会当超越、会当煞的空间，咱呢？我那爱开大智慧，唔通倒啊徛伫迄个位，甲你刷一步啊，拢刷袂行。爱发大心，爱行大行，将来才会当正大果。啊，若同款讲安尼平平出发点，安尼要修吼，当然肯定爱修大乘。大乘呢，恁才会当正大果。这就是听着这个音声了后，三声内底，互你家己敬，你最少嘛爱敬一声。第二十七种的音声叫做转大法轮声，第二十八种叫做悟大法无声，第二十九种就叫做生熟有情声。这三种的音声连带关系，一定先转大法轮，才会当悟大法悟，啊，才会当生熟有情。那么这个转大法轮就是咧指啥？亲像佛。当初为着众生，所以伊伫众生中伫咧回转，就拍碎着众生之迷惑。伊转轮圣王来到这个世间，转着金轮，降服着万德。世尊当初成道说法，降服着恶魔，迄个时阵叫做转大法轮。成道了后，最初伫鹿野苑度五比丘对焦真如因说四提法，这叫做初转法轮。所以各位，初转法轮就是有讲有的哦。第二界法轮呢，就是法界皆空的道理，讲到法界遐就空，第二处的。第三处就是亲密中道之说。会知教，所以三转法轮就进入到中道去。根据这个转法轮的讲法，真体法师甲玄奘法师因嘛甲这个法轮入三个时段来讲，讲佛初时叫做有教为转法轮，第二时叫做空教为教法轮，第三时叫做中道教为叫做持法轮。过去因甲佛出现到这个世间来，为着要转妙法轮的音声，该分作三个段落。这三个段落内底看众生的根基，佛看人讲话啦，唔是大家众生拢讲迄个官段的啦，爱看。所以伫咧讲予咱众生听，叫做啥？叫做悟大。佛法可比亲像天顶的雨，迄、那个雨水伫顶悬落到下骹来，并无咧经讲大丛的、细丛的，无经一律平等，雨是同齐落落来。所以悟就是落，法悟就是佛法，这就是一种譬喻。佛法要滋润众生的心田，使令这迷惘的众生会当证悟。譬如亲像天顶的雨水，会当普遍润泽大地草木，使令这草木会当生长，乃至甲开花结果，安尼才用这个悟来譬如佛的说法。佛对所有的众生说法的目的要创啥？要生熟有情。成熟就是讲，要甲恁牵架，牵架，互恁家己诶，并且换色。恁还未信佛，还未听经以前，恁迄叫做青。即马听经了后，会晓修，道道修，道道变起来，安尼就变色。世尊为着要互恁并且换色，四十九年说法无休困。对初法就是讲，讲到最高法，就
是要成熟有情，所以佛嘛知影众生善根成熟啊，袂随时可以改度化无。所以佛咧度众生，伊拢有咧有咧算呢。哈、啊，今仔日某位人姻缘到啊，哎，赶紧嘞，咱来去引导甲度，度伊来出家。所以人迄世尊咧度人足紧就是，恁免偌久就足济啊。啊，伊若去，互伊想着讲啊，对一个外道咯，迄、那个人咧，即摆姻缘已经到，伊遐地主出来就对因遐去啊。现在 BQ 不提自乐，伊行转来后壁迄阵就对转来，成熟有情，好够简单诶代志。像咱呢，即摆即个时代吼、哦，要成熟有情呢，敢若像咧作恶诶。所以讲起来，讲要度恁出家吼，唉，嘛淡嘛淡，吼，毋是遐简单，度咧较多嘛，伫遐咧无法度，吼、哦。所以度出家吼，像世尊就是讲，会当成熟有情，那么度化会当使令伊解脱，教化了一切众生，互因成就道果。所以讲，转大法轮要创啥？转大法轮就是要五大法务。五大法务就是要成熟众生，这三种的音声连起来，叫做依法奥地，令一切有情成熟而得到大饶益。所以各位听到这种说法的音声，爱家己去也要去体会。世尊是安怎就爱转大法轮，因为无法度啊。咱众生毋知影世间的道理啊，甲你讲，处是苦，逼迫性；处是急，焦感性；处是多，可证性、可修性；处是灭，可证性。咱都是无人讲，咱较会捌咧。知影讲，哎呦，师父啊，有够可怜的，有够苦的。啊，苦就是逼迫啊，啊逼迫呢，甲你逼，你才会行出来啊。无苦，甲你逼，你遐简单哦，你要出来哦，行袂出来。所以世尊呢，转法轮目的，就是要互你会成熟、会体会、会了解。而了解了后，你毋才会当好好去修啊。啊，若无，逐工拢伫遐咧造业呢。啊，若伫遐造业造造，后日啊，拢一个一个落来堆落去，三恶道中吼。拢总是众生的归处，都害了了啊啦！大家归宿拢伫三恶道，安尼即个世间是要屠杀人啦。所以世尊为着安怎，为着无爱互恁落对三恶道落去，毋但着爱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嘛爱看众生的根基。若像世尊在世咧度众生呢，我感觉众生足好度。啊，若像咱呢，即马咧度众生呢，我感觉众生呢真歹度，佫拢有代价，佫有条件，哦，所以即马众生真正福报实在是差有够远。啊，人是安怎呢？较会遐好度，因为人因咧善根深厚啊，诶，善根深厚，讲一句话就开悟啊，啊，咱呢讲一大堆拢袂悟啊，以后莫讲啊啦，莫讲啊，时间到啊。啊，未悟，咱就到这就好啊！啊，好，祝福各位早日开悟，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，地藏菩萨。